但求以权会友，促进国家的文化交流。让我们欢迎 Will Chou，掌声欢迎。 好的，接下来是我们蓝方的代表，我们台湾代表是陈清顺选手。陈清顺先生呢，他本身系出名门呐、啊，他是影视名师之徒，外人从来不知道他的拳呐、啊、有多么的狂妄。今天他指定挑战美国战士，誓师要得下冠军，然后要彰显他师父的名号，让我们掌声欢迎陈清顺。 今天第三场的赛事呢，也是一个焦点。我们知道陈清顺啊，其实就是林教练的嫡传弟子。那林教练，你对于你的子弟兵出战这一场拳赛，有没有什么样子的展望？比赛打赢打输是其次，建立良好的友谊才是重要的。那这也是我们今天比赛以拳会友啊，一个最重要的意义。以武会友，以武会友。 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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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家兵怎么样？哎呀！We children, yeah！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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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家兵 ，children,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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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哎呀！干啥的？ Yeah! Yeah, Jimmy! Hi-ya, 请大家再给他们精彩的演出一个喝彩。哎呀！ 哎呀！哎呀！哎呀！OK 吧。时间到第二回合结束。OK啦，杜迪亚奇，在哪路？不啦，那么你麻烦。 正好如，喏，We Chope，你到呢？陈清不对，阿比亚到呢？银山新派的直接判定输赢了，最后是由We Chope得到第三场比赛的冠军。那第三场比赛，我们请到的颁奖嘉宾呢，是海亚太基金会的许信良许董事长为我们颁奖，请大家掌声鼓励。 那我们特别欢迎许董事长这一次在整个拳赛的筹备都给予非常大的帮助，尤其是在台湾跟缅甸双方的交流以及联络上面给了很多的支持。
Okay, ba, di bawah ni mah, we choke ni dah ni, cangkung ye, biarlah tu jenazah si mian ni bawah ni mah, tu dia aci, ni mana ni, tunggu ni, kena sekarang mah be, biarlah kita cangkung ye, show ni dah bi pide, tu, we choke. Kita恭喜 Will Chope 得到这一场比赛的优胜。那当然，我们也要感谢陈清顺选手为我们展现了非常坚韧不拔的决心。对，那亚细多的维丘哥贝金多米姆雷金。我们再次感谢 Will Chope， 也恭喜他获得这一场比赛的优胜。